大家好，这一盒是 ICM 的1:48的 BF 1动9，它也是场景组啊。那盒子呢，大概是30公分长，20公分的宽啊，也不大也不小。所有在盒会上面看到的都有啊，飞机、人形啊，甚至于远方的这个检查哨跟这个士兵都有。好，让我们来看看里面有哪些东西。这里啊，一样啊，打开啊，打开之后啊，这块是人形，这块是飞机，这个是说明书。首先我们看说明书啊，一样啊，说明书。内容就看说明书了哈，这样，这个全内购的飞机啊，东西零件其实不多啊，但是该有的都有啊，这发动机啊，发动机发动机座舱、座椅啊都有啊，1:48这个。算 OK 啊，这基本的都要有。座舱罩、天线，所以发动机的内构它是有的，座舱内构也有。BF 1动9好几种构型啊，这个不同，那个不同，这个改那个改啊，很多的构型。这是 F4 了，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套件有哪些。哦，跟这还有一张这个啊，它有两块，一个是人形1:48的啊。做情景的话，这张是不错啊，这跟着这款不错，它的人形人物刻画蛮丰富的啊，地勤人员，大家都比较。适合这个冬天的这个行头啊，那这个另外还有这个检查哨，这个就很少有啊，这一款这几个套件是蛮值得运用啊。那飞机的涂装呢就一样啊，都是黑白的灰阶表现啊，这个比较我觉得可惜的地方。但冬天嘛，应该也都白色的，但是如果有彩色的图的话，我们制作的时候会比较更容易去分辨水贴这几个对着，还蛮细致的，哎，拆呀拆呀拆。我半天找不到那个，就知道了。其实我开完刀之后眼睛有时候看不到，来看不清楚。来，这是飞机的部分。一般而言的板件都差不多，都一样，都同一块板件，所以凹陷凹铆钉啊，凹陷凹铆钉啊，光滑啊，没有渣渣，有基本的要求。细致，1:48的，凹陷凹钉啊，这一盒呢，其实很多人买是为了这个，1:48人形跟情景配件这个检查哨。房子啦，这部分是检查哨，还有零配件、油桶、人形在这边我们看一下人形的衣服的皱褶，重点是看衣服的皱褶我放大一点给大家看一下，主要看表现衣服的表现
细不细致啊，不要糊在一起。不要糊在一起，然后脸部的表情看得出来啊，看得出来，98K 步枪啊，瞧这个人头啊，看得出鼻子表情啊，这个套件就算是可以了，哎，不是说我们代言的就说好。哦、不行的我一样我觉得还是要不行，像有些 special hobby 的套件我就是要保，就我就会比较保守一点。这个帽子东北的，东北会戴那种耳朵帽，嗯，他也有、哦、嗯，这套不错了，哎，北外，哎呀 room out。那以上呢就是跟大家介绍这个 ICM 的48804这个套件啊，蛮丰富的，不贵啊，CP 值很高啊，谢谢大家。